位，创立于明太祖洪武十五年，富有并可进行不公开审讯。老七，老六。怎么样？夫人和小姐已经出城了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是锦衣卫，锦衣卫。杨大人，圣谕说得清楚，让你交出谋反的书信。赵公公还特意嘱咐我，务必先让你交出书信，别一转身，你下头的人再把书信销毁了。哦，赵公公，真是没想到，被利用的，居然是你们。交出来吧，杨大人，否则。否则如何？你敢杀我？圣谕里恐怕没这条吧？我当然不敢杀你，不过赵公公说了，你还有一个女儿。爹！爹！爹！玉儿！爹！你不是出城了吗？爹，他们……杨大人，你说还是不说？师父，你看这样，走，走，玉儿，爹，玉儿，你们放开玉儿！你们要干什么？玉儿，爹，玉儿啊，玉儿！赵黎，我一向认为你们锦衣卫还是明事理的，没想到你们竟然做出如此卑劣无耻的事情！离我远一点！玉儿。玉儿啊！爹，爹，快来救我！放开我的玉儿！你们这些禽兽！玉儿！住手！我说，爹，请挥鞭圣上。臣绝无不臣之心，更没有谋反的书信。杨大人，杨大人，杨大人，放过我的女儿。
你怎么这么傻？这就是关城。如月，如月，月。朝臣不杀，天理难容。锦衣卫，上奏，指挥使赵礼被斩，锦衣卫十大高手悉数亡命天涯，锦衣卫威风不再。汉王府的四大高手都被他击败了，这素冰姑娘非同寻常。可是，先生，你的计谋就只是给我引荐这位高手？当然不是。属下这颗棋子已经安排了多年，在非常时期拿出来用，并非只是武艺高强那么简单。我就说嘛。你呀，三年前就联合赵公公除去太子心腹杨伯清，又使锦衣卫一蹶不
大家。谢谢大家。感谢几位大侠相救之恩，都给你们了。谢谢大侠。诸位不用客气，我们是来找我大哥的。哎，对呀，您大哥是哪位啊？他叫秦二。你们见过他吗？哎，就是那个秦二。哎，真的，他就是秦二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喝喝，好，这肉真可口。是，大哥，三年前你让我们查的那件事情已经有眉目了。当初，杨大人发现了汉王谋反的证据，正要揭发，不料汉王先发制人，勾结赵国，利用我们，害死了杨大人。眼下，只要我们找出汉王谋反的证据，就再也不用躲躲藏藏，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去了。是啊。军师，一切如你所料。按计划行事，把握好分寸，现在还不到伤及他们性命的时候。是。师父的恩你不报，杨姑娘的仇你也不报，你还是人吗？大哥留步。大哥，你不想回锦衣卫，兄弟们都不会为难你。可是这汉王跟随先帝出征，杀良冒功，帐下兵士烧杀淫掠，若是让他窃取到了神器，恐怕天下百姓都要遭殃。师父对咱们的教诲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锦衣卫乃朝廷之利器，上兼群臣，下察百姓，忠君护国，舍我其谁？咱们赤胆忠心保朝廷安稳，朝廷安稳就是天下太平。生死与共，生死与共，福祸相依，福祸相依。
天地作证，天地作证，山河为盟，山河为盟，外人害我兄弟者，外人害我兄弟者，必杀之。兄弟害我兄弟者，必杀之。兄弟害我兄弟者，必杀之。大哥，我就说吧，大哥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。对，为天下，为兄弟，为天下，为兄弟，为天下，为兄弟。按照你的吩咐，一个月前，我和老七找到了杨大人的管家，我们了解的事情也就这么多了。那杨管家呢？我们前脚刚走，他后脚就被人杀了。看来我们猜的没错，能销毁的证据都已经销毁的差不多了。没错，杨大人在那张布防图里。齐大哥，刘二哥，刘二哥，左涵，怎么回事？你们刚一走，不知道一群什么人过来，到村子里见人就杀。那乡亲们呢？乡亲奶奶的，肯定是汉王，咱们杀回去。慢着，刘二哥，杀了那些喽啰，也于事无补。大哥说的没错。杀几个喽啰并没有什么意义，咱们把汉王救出来才是真正报了仇。
你是谁？素寒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当然是素寒呀。好，杀得好。义父，你把他杀了也好，可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这样他们追查起来就更坚决了。嗯，人呢？义父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素寒了。救命之恩，没地方去的话，跟我走。我这个计策成败就靠你了。苏斌定不负义父所托，成就汉王伟业。苏寒，苏寒，秦大哥，稍等一下。秦大哥，这么早有什么事儿啊？跟我走。啊，秦大哥去哪儿啊？不知道等待多少夜晚，任思念无边无际蔓延。流星是天亮时出发的信号，我翻山越岭来到你身边。
不凡，真的是你啊？当然是我。嗯，大哥，三年前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这次回来是不是为了这事儿？这件事确实没有那么简单。不凡，大哥想求你帮个忙，不知道会不会给你添麻烦。大哥，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，咱们兄弟这么多年，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，千万不要跟我客气。好，你派几个兄弟到锦衣卫指挥室的府邸帮我监视他。大哥，莫非你先去，我日后告诉你。好。秦大哥，你怎么会吹这首曲子？这一路上都在听你吹，我就学会了。之前没见你吹过笛子。那吹得好听吗？好听。秦大哥，你的这只笛子以前的主人是不是很漂亮？苏汉，我们这一路凶险万分，你怕不怕？不怕。秦大哥武功高强，所以苏汉不怕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哇，莲子酥。白天闲逛的时候顺便帮你买的。好吃。秦大哥，我长这么大你对我最好了。瞎说，桃花村的赵大娘和钱大婶他们对你也很好啊。对，他们对我也很好，我是说你对我最好，真的。Thank you.
该来的总是要来的。大哥，你们是来兴师问罪的吧？来吧。兄弟们没有误会你，你自己也不要误会你自己。三年前，我有差外出，回来是天翻地覆，谁知道，我反倒成了锦衣卫指挥使。我知道江湖上怎么说我，三弟不必多说。幸亏有你在，也给我们锦衣卫留了一点希望。今天兄弟们来，就是为了三年前的事。上次武帝找我，和我说过，本应找个时机向皇上禀报，但如今身体堪忧，哪顾得上这些。兄弟们已经查清楚，三年前杨大人得知汉王要谋反，他正要揭发，没想到汉王先发制人，勾结赵公公，利用我们锦衣卫逼死了杨大人。当年杨大人将汉王谋反的证据藏在了京城的布防图内。三弟，现在京城的防务归谁管？大哥，大家现在都是朝廷命犯，千万不能莽撞，出点小事我还能暗中庇护，但动静大了，这么说你知道在哪儿？诸位兄弟，现在圣上龙体堪忧，这京城看似平静，其实暗流涌动，在这当口咱们还是小心为上。三哥，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啊？难道你真的不想给师父还有六弟他们报仇吗？六弟怎么了？六弟他死了，在来的路上被汉王的手下杀死了。什么？又是他们？布防图在兵部尚书李靖、李大人府上。大家看，这边
老四、老八，你们两个动作快一点，我给你们守着。是，大哥。走。走，你去那边。小七，你去那边。嗯。老爸，是我，素寒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才不是想找你们吗？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一走就走到这里来了。哦，哎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啊，我，秦大哥。你是谁？我是素寒呀。你不是素寒，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何人如此大胆？给我拿下！外面还有人逃走，快去追！你们几个去后花园。是。大人，这布防图还在。好。方才你们二人说，这布防图里有汉王谋反的证据，一派胡言。来人！慢着，李大人，请容在下一言。讲。此事既然牵扯到汉王，姿势体大，要杀这两个人
咱们也不必急于一时啊，何不让他们把藏匿之处指出来？若确实是虚妄之词，再杀也不迟。子刚在这儿，抓住他！抓子刚！抓住他！苏寒，秦大哥，苏寒别怕，有我在。在这儿，荧惑客栈，你确定？这是当年杨大人留下的两个鞋子。这么巧。侍郎大人，怎么了？啊，禀大人，下官和顺天府的几个捕头相熟，常听他们说，不时有江湖人物出入这迎鹤客栈，而且在追踪疑犯时，往往只见他们进，未见他们出。早就疑心这迎鹤客栈里面有蹊跷，只是这客栈老板顶上的人惹不起。莫非？嗯。你的衣服都湿了，脱下来烤烤吧。我出去走走。别，别留我一个人在这儿。你这样会生病的。没事，你转过去就行了。好。多吃点。
这个给你。我好羡慕，我好恨。你说什么？我羡慕以后能一直陪在秦大哥身边，我恨这一天可能永远都不会到来。会的，相信我，这一天会来的。秦大哥，别离开我。花无痕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素冰姑娘，我们找了你一晚上了，汉王放心不下你。我看他是放心不下那幅图吧。瞧你说的。
怎么了，大哥？我觉得我们这一路上好像是一个阴谋，可是我又找不到头绪。咱们找到汉王谋反的证据，就水落石出了。我总觉得哪儿不对。你们找个李大人，我得先去救苏寒。进来吧。大哥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先生，你这是？赵公迷信，皇帝驾崩了。你说什么？太子乃是社稷安危所在，不日将临朝为君，孰轻孰重你还不清楚吗？你等几位诸人如今还是朝廷的命犯，而今是给你们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我问你，是去保护太子，还是只顾你的儿女私情？你若是一再执迷不悟，本官只好将你送进大牢。大人息怒。
什么人？兄弟，秦大哥，不凡，嗯，大哥有一件事要麻烦你一下。杀了你，然后我就是苏寒。孪生姐妹本是一人，我没有杀死苏寒，因为这之后我就是苏寒。我杀死的是苏碧。辛辛苦苦把他带来，是为了关键时刻替你，不是要你把他杀了。之后你能成为他？义父，孩儿知错，我一时糊涂，您别生气。只是，您的话我不太明白。你让秦风下午来救你，我们的行动就在今天。正好，你把他支开。你就把他给救了，对吧？义父，好了，不要说了，这些我都知道。这个安排，我并不反对。只是，你觉得他真的会来救你吗？他会。他不会。功名富贵是一个男人的伎俩，一个男人。只有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才会牺牲自己的生命。他不会的，不会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会与不会，都跟你没有关系了。你马上去相国寺，按照我的吩咐，再写一封书信，速去速回。我们的行动就在今天。这可是汉王府生死攸关的时刻，缺你不可。孩儿明白。马上去准备吧。是。等等。苏冰啊，你必须明白，你叫苏冰，不是你妹妹，而且你杀了秦风三个兄弟。怎么样了？根据你说的，我已经派了很多兄弟到相国寺附近转悠，可是我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出来布置机关。就在刚才，我才看到有几个人偷偷摸摸的走过来，他们带了个小和尚，好像在跟小和尚交代什么事情。我偷偷跟了过去，远远的看到了你所说的那位姑娘。可是大哥，奇怪的是，那个姑娘行动自如，看起来更像是跟他们一伙的。一伙的，嗯。
大哥，看样子他们应该走的是小路。他们究竟要去哪儿呢？为什么要带着素寒出城？汉王若要成功，光是在京城兵变还不够，我怕他会对太子下手。秦大哥，我想以后一直能陪在秦大哥身边。之前没见过你吹笛子。那个姑娘行动自如，更像是跟他们一伙的。走，不凡，你赶紧去找锦衣卫的兄弟，如果接应不到太子，就速来与我会合。赵公公，他们就在里面。走。好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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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靖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谋反！私刻遇袭，竟还准备了皇冠龙袍，而今人赃并获。来呀，给我拿下！慢着。赵公公，在下也是得到消息，说汉王谋反，在此藏匿了证据，所以这才带兵前来。陈大人，你为何不做解释？尚书大人，你让我和你一起谋反另立太子，像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我可不敢干。我呢一向忠心为国，所以啊只好禀报朝廷了。大人，你只需按我说的去做，保准李靖落入圈套。你是兵部侍郎，李靖复发之后，自然由你来暂领兵部尚书之职。你暂领兵部尚书之职后，要立刻拿到兵符。皇宫内，我没有赵公公，里应外合，如此何愁大业不成？下官明白。全部拿下！锦衣卫救驾来迟，望太子恕罪。你不是太子？我乃太子书童，汉王的诡计太子早就料到，今日三位护驾有功，太子必有重赏。汉王帐下高手如云，如果他真要弑杀太子，怎么会就派这几个草包来？撤！三哥，不凡兄弟。三哥，大哥托我给你捎个信儿。天过海，这还能
大人快看！侍郎大人，刚才看见太子求救箭，太子有难，请大人速速点兵。点什么兵啊？我现在暂领兵部尚书一职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动。可是太子有难。也可能是有人假传信号，我会派人查看的。下去吧。可是大人，大胆，还不退下？慢点。尚书大人，不是李大人，你不是已经……我不是已经在天牢里了，是吧？哼，小小计策岂能瞒过本官？来呀，给我拿下！哎，李大人，押下去，跟赵公公关押一处。哎，李大人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李大人，李大人，李大人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李大人。来呀，速速集结精兵，随我火速去救下。是。锦衣卫在此，怎么是他？苏寒在哪儿？军师有令，速战速决，杀！是是是。锦衣卫救下来迟，请太子恕罪。免了。尚书大人也到了。不凡，别忘了我嘱咐你的事。好。你是不死不休啊！你究竟是谁？
尚书大人，太子殿下，我们离京城还有多远？除了这片竹林，15里路左右便可到达京城。好，随我快快入京。殿下，锦衣卫秦风托我转告，汉王谋划多时，此时城防恐怕已经被他攻破。秦风建言，请太子回宫之前，务必前往京城三大营。殿下，秦风所言极是，现在城中城防大部分已经被汉王控制了。走，那就前往三大营。是是。老爷，咱们出发吧。王爷，师母我带，再不出发恐怕。好，随我入京。报，执事回来了。先生，王爷，王爷，太子被锦衣卫秦风等保护，现在已经……秦风，是属下无能，太子已经奔京城三大营去了，此事恐怕已经……哎呀！逆我者亡！哎呀！请平身，谢主隆恩。秦风、许宁、顾不凡等锦衣卫上前。此次锦衣卫护驾有功，重赏。谢皇上。不过。朕听说，秦风当日选择的却是先去救一个女子。秦风，朕乃天子，
天下安危系于。